在，是片面无处，迷离无所在，目屎滴落来，阮爱你哪在天涯，不知伊敢会了解。表妹婿，安奈伫遮？对啊，哎，伊即摆吼，应该伫咧厝里吼，陪恁表妹发生代志对啊。对啊，两个人发，我管你好啦，发生代志，这讲什么笑话？哎，无，哎，小刘啊，哎，小刘，哎，小刘啊，哎，哎，小刘啊，你若无咧厝诶，安奈伫遮电话最帮忙啦哈。是啊，哎，小刘。不要小刘，你到底是走去倒位？为什么真村的人拢讲你无出息？你到底是走去倒？小刘，你到底是走去倒？小刘。你你这样见笑的查某，像你这款这下贱查某，念规个死死的呐！枉费我翁少良一片真情，真心真意对待你，想袂到你竟然……我少良，你是安怎？咱结婚到即摆，你从来都不甲拍过，我是做唔着什么代志哦？做唔着什么代志？你到即摆还搁面红的问我？你家己看，你家己看，这什么物件？警车，我拍见了警车，谁来伫遮？你问了真好，为什么来伫我身躯？你挑清楚，这支警车是我对你刚我手顶摕转来的。少刘，你是在讲什么啊？我讲你疏通着你的表兄志明啊！你莫乌白讲的，你也知影乌白讲的是害死人的啊！我乌白讲。你若无袂乱来，为什么伊今天会着伫迄表兄手内呢？无可能，我真正毋知影谁来着表兄手内，你爱相信我，我真正无做啥物。鬼卡要相信你，金车拍落去，你安尼完全无要无紧，原来就是将咱定情的金车送互你的表兄，你实在袂见笑呢。你爱相信我，迄个金车时间都要判见的，我无送有啥物表兄，我真正无啊。玉环。你到即摆搁咧支持，无怪迄一暝你遐尼晏才转啊！原来你来将咱定情的金子送予你的表兄，你骚到袂见笑。你玩弄我，我真正无，我讲表兄真正无啥物啊！我才讲，阮表兄拢已经出家啊！出家，玉华，你嘛真会编故事，我恨你。我恨你，你为什么要反背我？你为什么要反背我？我无啊，小公，我真正无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代志啊！你对不起我，无对不起我，你还管我讲？我跟你讲，你的干部今麦去宏观大楼内面啊！
表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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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兴表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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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竟然下流书！明早，从今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，你明早啊，走，小哥。死落一条，好，我最后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带我去这支庙遐一面，咱当面甲门甲话讲清楚，好不好？我卖听，我卖听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我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我卖去看下你。小刘，小刘，我拜托你，小刘，小刘，拜托你听我讲，我身上我做这么给你的代志。你小心我，小刘，我拜托你，我心想我都是没在一起，上公拜地瓜，我挖条狗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，上公拜地瓜，丢，你不应该挖地瓜。多来兮，小公拜地瓜。得子，就为道德之子，因为我儿也听见了些些。来，光光光光，就是你，行。就是这张，今年就六月的，好。但是，乖，回想我，也是慢来一卡步。我不是千交代万交代，叫恁两个翁仔某唔通冤家，忍一时之气，抵百年之心，你就是讲袂听。师父，你唔知影，你唔知我内心的痛苦，你嘛唔知我遭遇着什么代志。翁大夫啊，你误会了，你夫人的表兄，也就是回想我的师兄。花生，哪呢？师父你嘞？阿弥陀佛，令阮是道者。啊？什么？你圣真外佛，地主有所不知，请原谅。哎，大夫，你是我的恩人，不可如此。既然圣真知一切，哪里请圣真名师？我的娘子玉华，玉华心有做对不起我的代志。大夫啊，你唔通乌白想啊！这其中全部拢是咧乌龙精，咧兴风作浪。其实啊，你的夫人啊是一个品德袂歹的查某人，你错怪伊咯。哈？按来讲，唔得我误会伊。我怨到心内遐重，我甚至阁将伊赶走。啥物啊？赶走？哎呀呀！嘿，我就是讲，伊人咧房间啊底咧哭，哭到死声，甲伊黏住住，啥会知你甲赶走？你哎呀，赶紧来找的啦！嘿，啊，唔着赶紧，要戆死戆死。叫你赶紧转来，叫你赶紧转来，莫搁创治阮的爱。
华，荣华，你哪下子打我？我的事情这么多，你妈没出息啊！荣华，荣。死一个，混一个。好啦，回身我就替恁来解决。老玉华，混倒当啊！这小人敢招魂？嗯，哎，就是回身我。回身，你人无伫咧庙内念经拜佛。哦，将军，该怕啊！该怕！你这个恶鬼啊！你真是目睭去予拉拉糊着，唔知影我是谁嘞？什么是谁？高有高法，家有家规，地府内冇地府的界条，你敢胡乱破坏？哼！这人咧讲，唔惊神王爷，嘛爱惊恶鬼啊！真正是丁西管下西，低头管本机。好，既然是你管，回收我呢？我着较好咧。嗯，鬼差大哥啊！大哥，谁家是兄弟？不是，我是兄差。鬼差大大爷。嗯，第个参照这个人讲的话。啊，你吼？嗯你实在是真古锥啦！嗯，这个佫亲像一句人讲的话。哎，韭菜大哥啊，这老玉华是被人，不是叫一只野龙精害死的，所以伊人已经死了，对不？哎，对，这就是伊的寿命该终了。哎，不是啦，伊是去用吊死的，所以讲这寿命应该无遮尼短啊，对啦。好，是自杀。哎，是。嗯，那呢更加不可原谅。啊？世间上有一句话，狗爷莫治性命，何况是人呢？人就是这戆啊，往往为着小发代志，卡袂着就爱以死来解脱。对啦，你讲吼完全拢有道理啦哈，咱哦就等你魂倒转来再来讨论啦。转来，未转来咯？啊，未转来，为什么呀？嗯，那是被害死，就是屈死，魂魄还未到地府报道，所以寿命一百斤，还佫有机会通还阳。那在自杀的，就是家己找死，再若死，就爱有鬼车压到往死城中，无法度倒转来。何况伊这是狗体，狗体就是瘟死咯。鬼差大爷，你且参详一下嘛。无甚好参详。阿弥陀，你阿歹做啊！回信啊！我劝你赶快管灵阿叔。哦。地府内对自杀是上反感，爱上刀山落油顶。我带念你修行也袂歹，所以这摆无想要跟你计较。嗯。鬼差大爷。鬼差大爷，耶呼！你真正走啊是哦，啊！我咧恁祖公咧，哈！你甲彼人回想我，我咧讲，我是恁差祖公咧，哈！你讲的吼，嘛是有道理啦。这鬼府内底嘛是伊的界条啊，我袂当甲你破坏。嘿，这就是恁两个人命啦，哈！啊，无代无一个死一个，啊，分了一个啦。嘿，我看哦，我就先甲恁带转来，再搁讲。嗯，嘿嘿嘿，玉华，玉华，你哪遐灵光？你哪要做这个戆代志？玉华，玉华，你哪要做这个戆代志？王大夫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就节哀哈。我前世我禽兽，我天高不如，是我还是玉华？是我还是玉华？玉华，玉华，哎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王大夫的家后玉华掉到自尽啦！自尽？哪会安尼呢？哪会安尼？啊，不是因为你那好师兄？是师兄？上会想，那是新康公家，你后摆紧去
看咧。神通广大，白灵啊，神我是真熬通啊，啊，不过这是地府的代志呢，我想要通都通未过咧。听讲玉华即马已经送去王师城了。圣真，即马一切我拢了解。我误会着表兄，我先来将表兄抱出来，请恁替我办玉华的后事。了后，了后，换你自尽，换你跟伊去，是毋是哈？洪大夫啊，你千万唔通安尼想啊！就算你想要跟伊去，嘛无得卡，你会当甲伊见面啊！你爱知影，即马上重要，着赶紧甲阮师兄抱出来，上起码安尼，阁会当安慰元玲啊！嗯，嗯，白玲，安那遮着麻烦你咯。洪大夫。玉华，玉华，白灵，定袂受你伤及。我感觉咱是一见如故，我都还无机会来报恩啊！想袂到，想袂到，你都离开这个世间啊！讲起来拢是我唔对啦。孙爷讲，伊嘛找袂到你。啊，不过白灵，伊还是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好，尊公，啊，牺牲着我的性命，我嘛爱来王世祥行一撮。嗯。准的，你讲叫我吼，唔通离开这灵魂寺，结果，那我一出门尔吼，就拄到这落脚之灾啦。嗯，过咧加灾吼，规只表妹婿，即嘛酒已经退，啊人已经清醒啊。不过吼，不过啥物？安怎啦？不过，你甲看阮的表妹婿，迄即嘛人哦，失魂落魄，啊两眼无神，啊规人哦无几无呢。好难明，好难明，安尼为孙仔引到死人。哎，孙兄，你安尼讲讲啦。本来啊，我就无啥想要甲你讲，啊，不过你即摆咧问，无甲你讲，我袂用的，无唔对啦，引到吼真正死人。哈？你真是有气啦！哎呦，那也真可怜啊你。阿大娘，咱就唔通过去引到我啦。哦，安尼起码去吼都海血啊，对啊，方便啊，系啊，你讲就袂用得讲啊，对不？咪大家拄到这，就咧人讲咧，讲哦，真系事，真系事，啊是怪安怎啦？迄根摆我大人咧讲话，你囡仔就爱插嘴，你是搁骗你上话啊？唔是啊，我即间非插嘴袂用你啦。你看，恁表兄因兜有两个人啊，啊，即摆伊伫遮，啊，另外一个，唔是恁表兄已经翘伊啊，无少人翘伊的。我呸呸呸呸呸，我连环十八呸！迄阮表兄妹哦，那伊大富大贵，会有啥物代志？师弟，不用着哦，啊！无你即马，即个表情什么意思？刚刚阮表兄妹真是死啊了！师弟，真正死啊！师弟。苏亚，苏亚，师姐，你赶快回来！我问你，我表兄妹怎样好？现在怎么死？你敢讲？你敢讲？苏亚，是我害死你，是你个害死，你可怜啊！啊，怎
你表兄妹啊，听阮叔在讲，你有代志，又讲伊走走去，又讲什么你爱伊，伊也爱你，啊，你死了害死！叔爷，叔爷，叔爷，代志已经事实啦，这个讲起来哦，话头长啊，我看哦，你着赶紧转去看恁玉华啦，啊，表妹。安怎？哎你啦，你安尼哭哦，人看见拢想啦。感觉我哭一摆快哦。我讲哦，你哭安尼想下嘛啦。人因翁也无安尼哭啊。Oh,